我新歌叫做《沙門》啦，咁其實呢首歌亦都係我今次演唱會嘅算係點題之作啦，因為演唱會亦都係叫沙門演唱會。咁沙門呢個字其實係一個佛學嘅詞語啦，但係其實佢以一個好理解啲嘅解釋就係、是，即係所有修行中嘅人，我哋都叫沙門啦。咁我覺得我自己都係一個沙門徒啦，即係我係好喜歡聽一啲比較禪啊、比較佛嘅智慧去到為我平時嘅生活去到打氣啊，或者係為我指引一個方向嘅。咁所以我覺得喺呢首歌當中，我亦都表達咗好多我自己點樣睇身邊一啲我覺得同我嗰個價值觀唔係好相同嘅一啲諗法。咁我就去喺《沙門》呢只歌去講翻，咁我自己究竟又係點樣諗嘅咧？咁亦都希望透過呢只歌可以令大家可以看待平時生活上嘅一啲困難更加得心應手，或者係雲淡風輕一啲。即係我相信困難總可以跨過嘅，所以就有呢首歌。咁而呢個音樂會都係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我成個音樂會，雖然可能佢會都係比較以一個搖滾啲嘅形式，但係我希望都係宣揚緊我自己嘅一個理念咯，或者係我自己相信嘅一套價值觀，就係希望大家可以喺即係越嚟越懂得點樣同自己相處，同埋點樣去到喺往後嘅人生行得越嚟越順咯。